吴宗臣报道，国内一地规定妻子可查配偶财产，网民评论互查才平等。近日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公告，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已由福建省14届人大常委会9次会议3月27日通过了，6月1日开始实施。条例明确规定，妇女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等证明关系，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机构、车辆管理单位申请查询配偶财产状况，有关单位应当受理，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。这里没有提到银行啊。评论应该是可以互查，不能是单方面查啊，夫妻可以互查才是平等的。开诚布公是夫妻的底线，不应该是一方的特权啊。这个等会儿我再评论这个是吧？这个我觉得说到我的强项了，我谈婚姻的嘛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朋友呢啊。讲了一个东西，好像是有点也抱怨吧，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女性权益已经很厉害了，你还在给她提高，就不太开心啊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我们看这位朋友是讲的啥啊？其实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说，是吧？这个可惜。我讲婚姻的讲不了那些啊。他说这个法律应该公正，如果做不到公正，那还要法律干啥？保护过度了啊，那就不是保护了啊。我都结婚14年了，我家里有多少钱，存折在哪儿，银行里在哪里存着，我是一概不知啊，钱都放到老婆那里去了啊。如果有一天老婆提出离婚啊，这个我就净身出户，哇，还要背一屁股债有可能啊，这个怎么办啊？这样搞下去谁还能结啊这个婚是吧？这个朋友提出来了，要不要进行合宪性审查，就是你这个违反不违反宪法啊。朋友说了，说违反宪法男女平等精神啊，审查将此法条无法通过啊！这个遥遥领先，我们不要它就算了啊！大家都是有点意见，我觉得我没啥意见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因为这个互不互查没太大的必要啊。它这条规定呢，主要是针对这个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啊，男性有经济收入，女性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的这样家庭，是吧？你反过来，这个说女性这个经济收入高，男性没有收入，女性是老板，还需要不需要这样子？可能也行，但是它不是个大概率的，它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啊。法律可以补充这一点也行，不补充也问题不大啊。我觉得补充上可能性也是很大，但是这个不是重点。啊，应该是可以查最好了，是吧？连银行啊都可以查啊，让他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女性是在婚姻里是偏弱势的啊，在社会在家庭里都是偏弱势啊，法律法规应该是在弱者一方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即便那个家伙子抱怨说女性这个如何如何欺负男性，我觉得这个这都不存在，是吧？这都是这个撒娇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法律法规里面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东西，它要保护一些，就是你太在一个东西以后呢，它可能很容易过界啊。这个自由意志就是经常我要谈这个东西，是吧？什么东西过界了都不好啊，就是极度了，过界了啊，疯狂了，那都不好
因此呢，应该还有一些个附属的东西，就是男性他也有一定的这个支配权，是吧？这样可能好一点啊。我觉得我常说人他是有这样一些个特性，是吧？人有宗教倾向，是吧？就是利他性啊。人有动物倾向，就利己性。啊，但是都这个是很粗泛的说了，是不是动物这个都叫利己性，也很难说了，因为这个动物可能这个很难就准确的它叫利己，反正人是有动物性吧，啊，如果再区分呢，人还具有利他有利己两个东西啊，人可能还具有强盗性啊，就是这个霸道这个东西，这些个东西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对于霸道这个东西，对于自私这个东西，有人把它评成就是这个负面的消极的啊，消耗人的，我倒不这样看，是吧？我觉得具有自由意志以后，把所有的这些个特性要承认它存在，并且不好消灭啊，而且用我们的智慧尽量的把它转成了这个积极的啊，正向的啊，有利于人的，有利于自己的，有利于别人的。比如说自私，我要是有经济收入的话，你得给我一点支配权，这样才让我有更强烈的去获得这个金钱的动力嘛。就我太太就是喜欢就是把我弄得爪干毛净，而且一点给我也没有支配权，就是利他性再高尚，宗教再高尚，你不能把这个利己性这个剥夺了，这个消灭人性的这个东西，灭人欲这个东西不人道啊！啊，婚姻的关系再高尚，你不能这个把人的血亲这个消灭掉，你这个是什么想法？啊，就是有智慧的人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相互的滋润，啊，终极最高点就是把人要进化要升华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你不能把这个人，你说把他的肉身都给他割成太监，是吧？这个就反人性了，这个就，最后高尚也没得到，连最基本的人都做不到，最后连个动物都做不到了，那就大问题。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他应该是分布好这些个关系，不是一味的去消除它，而是在合理的位置可以增长它。比如说这个自私性，你可以增长它这个东西啊。让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亚当斯密的那个市场是看不见的手，不就是人的自私来推动社会发展吗？强盗性这个挺好的，就是它只能局限在爱情里面啊，爱情里面这个满足人这个快感，爱情里面什么都可以装，包罗万象，使人变得充沛有活力，挺好的啊，这个强盗性。都可以，这个不必消除，只是把它放到合理的位置，啊，合理的局限它，它再疯狂的成长也没事，人就有活力啊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个财产呢，这个我觉得挺好，查他们啊，这个是偏向好的啊，不过呢，这个。不能极端是吧？不能灭人欲，说白了，你为了保护这一方，把另外一方都灭掉，就不好了。